青春就是要有一颗热忱的心，去勇敢追梦。青春就是热血，一直玩，然后一直吃宵夜，一直吃也不会变胖，有没有？我就是青春，看我脸上这个也是青春，整个人就是青春的代表。今天就是可以叫一个这么智障的同学。草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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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痴，你们草屁！你在吵。充满好奇心的，是敢于冒险的。就是谈恋爱，就是谈一场很热血的恋爱。去把妹妹，把了一堆妹妹，然后呢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。你是一个好人。青春就是追不到女生，然后被甩。任何状况下，任何状态下，都好像在玩。每天在外面混到很晚才回家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快点过来！因为这就是热血。可乐物，你敢物，哇！好哇！它让我的那一年变得很重要，而且不断的被复习跟提醒。做热血的事情，尽管做错也不会后悔。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，不管是科研还是社团，我们都一定要做到最好最棒，还有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。你们。参不参加？7月11号，大家一起去电影院看《行动代号孙中山》。行动代号孙中山，救命！这就是青春。